大家好，我是不二红城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精彩曲目。广东潮剧告新夫说的是吴江书生盖良牌，贺南昌邂逅严秋荣，两情缱绻私定白头，盖父推其回家与文氏淑贞完婚，石秋荣怀孕三月，盖仍托辞规矩。数月后，秋荣未得良才音讯，乔装之子盖定说父亲乃否乌眉否则，既不接纳秋荣，又不顾其腹中婴儿。是个无事之下，盖眉眼裂迹，顿如灭口心计。文氏不忍丈夫下此毒手，也不忍秋荣遭害，安然救出秋荣不避。秋荣弃逃，盖追至江边，寻见包袱，以为秋荣投江，文氏斥之败得丧形若禽兽。盖惧怕文氏张扬其罪，下了绝情，飞往长江。文氏为无能可救，并由秋荣治愈盖的三生母女。见秋荣临终惨景，愤恨满腔，遂遥指续写秋荣之血状，与若云同到苏州公爹台前告亲夫。考试根据潮剧旧本整理，编剧林少贤、郑尔凤、王江流、马飞。六十年代三正潮剧团、广东潮剧院二团、广东潮剧院青年剧团、南澳潮剧团、赵安潮剧团演出。下面请您欣赏告亲夫报仇雪恨告豺狼选段。Fuck!